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我是鸽子。俺嫂过生日，上街去给她挑了礼物，回来了给她个惊喜。走吧，挑。好。来。买点牛奶。好好，给你买点牛奶。你看这弟弟，桌子好冷冷的这儿。真厚。你早上咋感觉嘞？啊，你这一跳都够了。啊？这要是回去穿上不合适了，回去换吧。他们是这个感觉到，穿上本来都白，穿上再穿上这白的，显得特别白。这我先试试。可可，你过来来。你看给妈妈选着好看不好看，过来。这个一会儿试着穿上你看看啊。没有正给谁的？给妈妈的，妈妈过生日了。妈妈这样。你这你的电话不过了呗。那儿有个腰带可以系。哦，这儿有腰带。搁哪儿的？里边的。下边。你不要你穿，都穿太厚了。这是紧这儿的吗？不是。啊。我就给他买个小门帘。哎，就这会儿呗。买个小门帘吧。给我两件。中不中？我也看不出来。可以，挺好看的。挺好看的。个子跟我差不多，比我稍微胖一点。这小姑娘跟我说你身上穿着买草的。那我穿着门，她穿着够吗？可以。反正这紧，不加试不合适了，我也过来挑。这个吧。哦，是这个。可可，你别乱跑啊！他早上给我送车，下午就到了呀。来给妈妈保温杯好不好？十块，给妈妈。哎呀，我要找哪个树叶了呀？这个呀？嗯。可是刚刚是谁拿这个吧？这个漂亮是吧？这妈妈喝茶的时候都暖和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这个吧。刚才选的呀。啊，刚才我让你看那个就是这个。来，这儿来。一会儿我给你装装啊。哎，嫂。喂。哎，你搁那儿忙啥呀？哎，那你过来呗。暖了，你过来呗。过来，给你准备的好东西。啊，弄。好，挂了。Hello。哎，干活去了。哎。干啥？哎呀，亮了。给你买俩。生日快乐！给，你送的看中不中？人家说了，要是不中了，给我挑。还给你买了个保温杯，给。你这叫我弄的不知所措了呀！我买个。啥还不知所措了？你先试试，看啥试试。哎呀。这地下的袋可以松紧。地下的袋。怎么样？哎呦喂！穿还可以，好姐。嗯。我还怕你穿上不中呢。啥意思啊？快点穿上试啊！可得劲啊，可得劲。我搁这试了试，我说试着我穿上稍微有一点点松，你都穿上中。可得劲，我腿这一看。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